好的，后方的行车记录器拍下了前方车祸事故的发生过程。看到前方内线大货车准备右切，却连续撞上了红色轿车跟银色自小客车。小车被撞失控，银色轿车180度大回转，红色轿车也滑行到路边停下。肇事的大货车也赶紧停了下来。车祸事故从被撞车辆的视角更可怕，这是红色轿车的行车记录器。红色轿车开在外线，大货车开在内线，两车差不多平行的时候，红色轿车突然被撞歪，是大货车撞过来，大货车又撞了前方的银色车辆，三辆车碰撞在一起。由宁南所驾驶是大货车，由南往北行驶于内侧车道，于变换外侧车道时不慎擦撞红色自小客车、银色自小客车。事发在大年初五下午4点多，台61线北上彰化方院路段，一大车两小车三车连环撞，肇事的大货车疑似车身比较高，要变换车道的时候，视线死角没有发现旁边还有辆红色自小客车，因此切换车道时候造成了连环撞。三车碰撞还好只有车损，人受轻伤没有送医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